现场抢光了，我没有办法留到米糕。好，接下来炸虾，来，你们要吃天妇罗炸虾了？米糕留不住，米糕留不住，天妇罗炸虾了，炸虾，来，不要，六盒，啊，两盒，来，好了好了，最少两盒，来，一个六盒，一个两盒，来。六盒，你贵啊！我要炸虾吗？贵啊！姜，你把这个贵啊！米糕秒杀，拢无都留着，拢无包，拢无都留着。二四六来，二四五来，就是秒杀，秒杀再秒杀，这样子没办法。啊，过来！不要两盒，今天刚好有一个修呢。来，来来，他这边拢无讲炸虾。啦，妹妹。两盒两份。小阿啦。好了，我没想到的。本来要吃炸虾。来好，早班买六盒。好了，阿了，炸阿了。好，炸阿了，来接过你，好，谢谢。来过了，过来呀。我这两块进了，两盒两百了。然后去看几盒。炸虾。一盒一百块。我看一下。我要看直播。哦。我要多少钱？我买很久搞，我很久没搞。我几盒？文明街这个现场不够，我没办法。来，过来，加油。科花有雨今天有吗？有。你现在要十班的哈？这边有一样。哎，这边有人要十班。有小吃的啦。放低。十班的。十班没有小吃。这么大只干嘛？海鲜节目来。大只的来1000块，还有一个啦。十班，等一下。来，顾青某要不？龙仔，二狗，龙仔。几箱？几箱？几箱吗？哎，几箱的？对吗？一只三斤我，一只两。阿拉，阿拉，下面那边还有一箱。哎，阿姐买呀？无，我再给你收啊。哦，够这样买，够这样买不？哦，要收箱。好快，你过来。别太远啦。快，快捷，快捷弄啊！哇，十斤呢？破了，破了，破了。来，刚刚破的那个。我听啊听啊听啊！够了吧？够了！哎呀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够了！没有了，十班没了。好，各位，等一下来。黄金汤不？黄金汤没有，今天没有黄金汤。今天有啊，大家。哎。五杯羊肉卤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啊。对啊，五杯羹啊，对吧？北京尾饭呀。对啊，北京尾饭呀。就这短片呐，对啊，短片。还有吗？要不要几两？你拿干嘛？
太小蛋姐。是啊，你看贵啊，无你就拢袂我叫我开机的哈。来啊，送过来，飞机完无啊？确定有人留一箱？有啊，还有没有 ？Jennifer 留的 ，Jennifer 留一箱。还有人要吗？两两百。来来来来。没宅配，没宅配。两百的，还有没有人手宅配？两百的，没有。哎，有有有了。来，最后一个两百谁？好过好过好过好，帮我啦。来一箱羊肉炉。羊肉炉一整箱啊。对啊。一箱羊肉炉，两百两百。全猪肉，全猪肉。来拿五百，五百的。来，哎，哪里？这边。还想？啊，还想？油麦楼，蛋卷油麦楼，油麦楼我没有。哎，纸箱烂了，小心。来了，嗯。来干爹吧，干爹吧。这个很土啊，老大。老大给你站，我走，我退下，太多了。你好啊，你好。哎，我要走了，等一下，你们老大被挤到一个门上。王景，你打倒来，你打倒来。几条？什么十条？在这。十条没？五条好啊。但是你的鲍鱼箱有帮你留到。哎呀，补上慢的。买全部加。一千块。一千块。一千块。一三家，一千块，四家，一千块，五家，一千块，六家，一千块。不要我了。妹妹。补上卖一千块。六家一千。我了。好的。来一二三来。
老师傅，然后就干脆。Jennifer 在不在？你是不是要两箱？哇塞 ，Jennifer。一二三四五来，都整个都调理整齐嘞。来，来，超米。来啊，四百了。来，两盒400，两盒400块钱。蓝哥，这间应该没有。来，两盒400块。来，400的。海鲜生加佛跳墙，老沙都的软啊。老龟粥，沙粥。哎，还有谁要两盒400干杯？哇，这个留够了哈。两位仔。家人点了我。好，你再给我叫。好，有请的海鲜跟加佛跳墙六盒，帮你留了。没有了。来啦，500。干杯，各老人口。500。来个老的，老哥来。家人卷。再来一圈。家人卷一张。哦，我这卖了，家人卷了哇。干杯啊！干杯啊！你给我干杯！你老师你问几包无人买，那个收起，那个干杯来。够人买无？我好。Jennifer 在不在？Jennifer。还有谁要？来，后边啊。来。你多啊！你做回家，你也没去挂。哦。来。来，鲍鱼小笼包谁要的？来1000块来，外面一盒600-700的，三盒1000块谁要？1000的。个人包鱼来，这傻狗过来1000块，1000块没有卖一盒，没有卖两盒的啦，就是三盒1000，有没有人要包鱼的啦？我啦哈，我了广告啊，有钱卖有事来。来虾仁卷哦，来虾仁卷给我，来姐姐哦，来我包好来给你，姐姐好来。来500，谁要虾仁卷？没有了哈，没有卖别的了哦。没有，太吓了。来，这个鲍鱼在卖5-3的。好来，放完了，来，放完了，来，放完了。来，谢管乐，先播，谢管乐第一呀。我也想播，谢管乐。我被几个好热，流汗。我哪有这么大的样子？蟹肉，等一下。钱阿姨，你说了。三盒，我又拿1000给你。算了，先三盒。那你啊？不好意思。海鲜管肉来，管肉来，300块。蟹管肉吗？500块。300就好了啦。300块比较好吃啊。你要500啊？500这种小白呀，拐了拐了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留哈。有，300都可以啊。对，五百了，500是谁？妹妹，我没五百呢。林姐都没五百，你都没五百，我多少？这款都快死了。我500呢。无啊，因为刚听完你也无啊多。来500的谁？最后一个。好玩啦。我要多，今天我要多。我要多。你是啥？还讲完两包两包，现在都讲完了。老十三包，老十三包，一个三包，一个三包，一个十包留下来。包好啊，十包啊。你十包呀？这十包了。两个三包。包了，阿斌呢？
今天有阿爸玩不？要收干杯，我十外箱。哎呀，我袂晓收着。四十五箱的干杯分十外箱啦。你看有金用无？来，一个五百，一个三百。要出发？啊？今天干嘛阿爸玩？无。无阿爸玩，结果借去五百玩。我包你，两包。就准备两包。我包老两包，我多不？搞完这。不搞完，包多就你的留不到。五百耶，他三包。一包了，哇！老来啊。阿哥，老哥谢了。阿哥，老哥。哦。来不？你我被阿爸玩过了。真的送完我留不到，还是？这管弄我嘛留不到。阿爸玩。压力不阿爸玩。哇，打气了。抓饼。哦，抓饼。袋子还有吗？来，我捡回鸡了不？花枝有没有人要吃的？有没有要吃花枝的？要吃花枝的话，买1000块。花枝有没有人要留？没，萝卜糕等一下。请问两位、三位、四位的，就我们两个包了。花枝500块。你说咱们捡一个花枝，来，这几千啊，我爸。我爸。阿伯，我爸。你那你说花枝少的吧？你这家有啊？我这家有啊。那这里还有一块。花枝萝卜糕。等一下走。来，我爸，下面捡回鸡的不？花枝500块。花枝500的，快点来。来，我爸，下面捡回鸡。你眼神沟通。回鸡我爸。看到了。我一只手用哪串啊？我记有人要留无？哎，无吼。他也是。来，鲫鱼。河虾来，河虾在手那么甜啊，可以来。喜欢呀，我那特别鲤鱼啊。河虾个黑款最好。大家拿单先给你。哦，那我一直钓。你怎么这么会钓？当的哦。就当的哦，要谁哦？放在那边干嘛？放好啊，谁哦？收收阿妹。阿姨收阿妹。好吃啊。啊，过来吃啊。啊，一条活鳗啊。哎呦，家里家里就是老多人吃，我家里最多吃这里。好啊。有蛋吗？我奶刚河虾一箱有收了哈，收了，有 OK 哈。来，能包能包来，红烧饼包，四包，两份啊，后面的，两份，后面的，我买五包。你嘛备好，两包，二。好，来，找一个二，来，一三八先找你。来，红烧饼干先拿200给我的。来，你也二。从那边，我跳墙。好，来了啦，来，来200二，谁要？200。来，要买一包的来，100块。100的。来100块有没有？葱烧饼。来100的还有谁要？100来，这收了。再来。100的，还有谁要葱烧饼的？经理粉，你再不回应我，你那一箱花枝丸我要处理掉了。加萝卜糕。好，萝卜糕来，萝卜糕过来，哎，软壳蟹好啊。来捞一包。来捞一包，哎，最后存两包，我先不吃。好，一文包你了。阿伯，要捡两包的来，两包的来。有鱼了哇！萝卜糕吗？捞几箱起来？几箱啊？来，美珍，你的萝卜糕留一箱下来了。来，300块嘞！来，沙发嘞！再捞过一个箱来，300块。
来，徐美珍，你的萝卜糕一箱留下来了哈。收七十五，我今朝在收。七百五啦，你一箱呀？啊，无比较好嘛。我都好听啦。过来卖我300块萝卜糕。哎、欸，我不要都一罐哦。啊，我叫你去领。来，过来。一箱我来，一箱我来。300块哎，软壳蟹盖一箱卖掉了，一箱，来，300块来，哎，软壳蟹300来，蛋姐，蛋姐，羊肉卤等一下，300块这里，好啦，你就没有拉袋子，我要怎么给你？来，美容床。再给我一个啦，这个帮我拉袋子的。哎，咋了？等一下啦，还有这里。哎呀，软壳蟹芭比我留不到。来，他的啦。来，我六箱给我。因为有人包一箱剩一箱，很牛，三分无一样，好，最后包都留掉。来，我问一下佛跳墙，谁要吃的？有没有吃佛跳墙的？这里面我一共啊，这里这个两包鬼，里面有加干贝啦，爱椒就姐妹，我把妹细把来300块掉了，两包来3包了，包3包不？佛跳墙来2包3包了，来2包300块，来佛跳墙来，来2包300。后面3个。电话费都不交费。信分有在这边。小凡，来不来了？信分在当那个等候小帮手，不来了。来，再来一份，再给我一份，这里拿了，拿了，先等一下找人了，先等一下找人，一起找，不要乱乱掉。好，来，这里老板的。那回去加热就好了，就好高兄弟，赶快想点那个够，做一个水落去啊。两包三百块阿松给我三个袋子，里面都有料，来这种料。阿松给我三个袋子，3包。还有谁要佛跳墙的？300块里面都有料的。